那我不能进去。可以，我今天便我去叫他一下，看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妙华，你过去给你修啦，嘿啦，过去给你修起来，无要紧啦，加门看卖啦，加门看卖，嘿啦。你卖多少迄落？你点点？不要这样，那专利的意见。他这。包一些红包，你卖多少？我不能进去嘛，哈。可以。我可以哈。可以，你们两个一起嘛。哎啊，我是女众。这个可以，那个包这边那、啊、可以写个收据嘛？不写嘛，这边没有写。没有人要写哈。阿弥陀，师傅你好。要脱鞋吗？比较旧的寺庙，很好哦，拜托，这个好啊。但是就是以前你啊啦，啊，刚过去刚刚来，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单纯一点。上好啦，哎，最越单纯越好。好安尼啊。啊，较无一些那些奇奇怪怪的事。哦。你像现在外面的寺庙，我们都不敢进去。我们这边是比较单纯一点，而且刚刚讲也是光化老当那个道翁嘛，师傅啊，师傅我。不好意思讲个比喻啦吼，我那天有去那个，那里水乡一间那啥，水乡金山寺哦，他圣善寺啦，圣哦圣南金寺，你那边个书在，我有去那边看啦，只是看那边一直在装潢，一直在做，哦，那个很豪华，很豪华，无声道场那边，但是在下面，哦，无声道场在那集中群，哦，那个也算个好凉啊。我住中嘛保养。你住中保养。基本上就是讲吼，伊咧台中迄间是比较靠，伊迄是阮厝起的，阮厝阿爷脚步啊，伊迄间内底他办事也是吼，
我一个叔仔，伊刚来找我，伊出家六十年啊。哦。可见那个六十年前哦，我们那边就办佛学院。哦，安尼哦。哦。那个，那是比较敢若较，敢若讲哦，就是较古早。啊，但伊经经的人才还是出众，嘿。你看在有遍布，也是那新加坡啦，马来西亚，印尼这边。啊，阮伊经是，伊经像咧较早嘛是迄个。日常法师，我嘛是皈依，阮也是遐个人，对。啊，伊迄个是讲，迄个是我甲我去，我同甲阮老，阮同事甲我讲，啊，我经过阮老上大，啊，我来请，啊，请来，哦，啊，啊，毋知我几到出去讲，大家吃那个，吃食的，啊，讲话一声发出去啦，啊，才袂记哩，啊，无初初伊台湾哦，伊。伊上起初伫咧南普陀对个啦。吓，啊，就是讲伊才讲啊，未，才讲啊，算敢若无啥迄款嘞，敢若无啥熟悉啊。啊，讲啊，结果叫南普陀吼，啊，遐人。才开始。吓，才又捉起来。南普陀。有啊，吓，阮个管论就是头一届就是伊啊，就是咧南普陀啊。南普陀对。吓。啊，就是讲南普陀，伊即摆就是讲去捉。